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ter。今天 Carter 要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 Epson 新推出的这一款纺织直喷机。好，那这款的话是 F1030， 那它有四大特色。第一大特色，它可以轻松的运用在各式的纺织品上面，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支援一机两用 ，DTG 加 DTF， 而且它有支援白墨的印制哦，可以轻松的运用在所有深色系的衣服上面。好，第二大特色，它整体的猎印品质在做提升。Epson 使用新一代 DG2 的墨水，除了通过国际纺织品安全认证之外，水洗色牢度都有达到四级以上，连婴儿的衣物也可以做印制哦。而且它搭载了 DG2 专用的印制软体，无论今天我们是要印深 T、浅 T， 或者是 DTF 的胶片，都可以一键做设定，操作上非常的方便。第三个特色，它可以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。这款 F1030 本身是搭载伸缩式衣架的平压板，让你在放置衣服上不用担心说位置偏移的问题，且它还有 mini 的平压板、袖管的平压板，让你不论是想要在衣服哪一个位置做印制，都可以轻松的完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款 F1030 它还有自动间距的调整，让你不用再担心说衣服厚度问题上的调整耗费你太多的时间。第四个特色，它可以达到安心使用。这款 F1030 除了精巧美型的外观设计之外，它可以靠墙减省空间，而且它也支援无线 WiFi 的印制，最大的耗电功率也仅40瓦而已，且它无风扇的设计，操作过程都非常的安静。重点是，这款设备是目前台湾市场上唯一享有3年保护服务的纺织直喷机。那这款 F1030 它适合的族群，像是有自己实体店面的商店啊、服饰店，或是微型创业的个人户，以及学校的单位，运量在250件以内都可以轻松的完成。